蜜圈、粉圈了一大堆，亲女一女二，男一男二都被带红。现在虽然这么写有些晚了，但依然忍不住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。没办法，我已经中毒了。香蜜三人演绎全部是原声哦。香蜜可以说费用花在了后期，我们可以看到起画面效果和配乐上都是很到位。当然萨顶顶因此也火了一把，不单单在里面担任玄机老母，更是因为是主唱，左手制约天地无双、情霜都是由玉江作词作曲，都是由萨顶顶。香蜜表现人物的表情细腻，服装设计美观，即使润与黑化也不会讨厌，因为其温润如雨、飘飘欲仙的形象已深入人心。就算其黑化也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事出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邓伦是其凤凰的表情更是让人印象深刻，尤其是似笑非笑让人忍俊不能的表情。在成为魔界的魔宗后，其发型更是帅气的不要不要的。说实话，在观其香蜜后又转战到1001夜，但看几集后又转战香蜜，可能人都是更爱美好的食物一些的。杨子虽然承认其整容过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美的，而且杨子的演技也是很到位的，尤其是越是后面越入戏，让观众随之泪下，感同身受。据说邓伦和 AB 拍了一部电视剧，即使邓伦如此大火也无人敢接。说实话，我想想都不敢看，因为我不想有落差。虽然有人拔出邓伦转校的传闻的事，不管真假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是喜欢他这个人演的作品，喜欢的是明星现在此时此刻的他，何必计较过去，谁没有过去，没有年轻过，但愿其越来越好，做好现在的自己足矣。当然邓伦是庄里人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他的。邓伦昨天回庄里参加发小婚礼，很是接地气啊。30的我们过了迷恋明星的年纪了，